肥桂堂。上次来的时候，它刚种而已。哦，那像葡萄吗？不是，它是一种植物。那什么老什么紫藤什么？它叫大邓国花，大邓国花。哦，要谢了。嗯，他说给我一点时间，我就会砍好。我上次过来的时候，哎，看那个墙壁拆，拆起来很好看，很有感觉呗。哎哦，还有一颗，还有一个水井，这个水井是他们家使用的，对，培桂堂，哎，用这样还蛮特别的，进来就有一个长廊。啊，你不喝吼？哎呀，没关系，要喝点什么？赶快去前面。哦，这有声音了，你看。星巴克，培桂堂里面的星巴克看过吗？嗯，诊疗所，以前在这里是诊所。哦，又是一颗百年的。果还是送？相信吗？这以前是一个诊所。哦，松柏长青啊，对啊。培桂堂。来，这一颗百年的龙眼树了。掉下来。看哦，上面结实满满，哇，整棵都龙眼树呢，漂亮。对，慈惠堂里面，记得来新港妈祖庙，要记得来这边走一走。今天来不用门票，哦，展厅哦，要进去才要留了哈，哦。